七兆赫大连电台体育广播 FM 一零五点七兆赫大连电台体育广播。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大连申花队主场对上海申花队的。好的，现在大连队已经连续进行了41脚的传递。好的，来到禁区前沿直传禁区，小红队红科禁区内插上一脚怒射，球进了，球进了，大连队1-0领先。是谁是谁我八次夺冠，我们场上永远都有十一条打不垮的硬汉。山峰之巅无人敢小看，是谁也抢不走我们胸前的尊严。我藐视困难，更不惧你的挑战，我们用激情勇敢尽情挥洒自己的血汗，是为荣誉而战，让敌人闻风丧胆，王者霸气的自信骄傲让我们笑得灿烂。我眼前进攻势如虹，我们呐喊气势如虹，我们争先变化无穷，背后深藏你猜不透的凶猛。被对方拦截下来了，但是好在大连队马上就把球反抢回来，再传又被断了，又抢回来，再传又断了，又被抢回来，大连队再往前传又被断了，又抢回来。哎呀，现在这比赛节奏实在是太快了，谦虚的态度，跑动的速度，所有球迷的热度点在球场的温度，遇到坎坷用力顶住，大连鹰严嵩没有走投无路，再前进一步，别管胜负，全力以赴，只要积极拼搏，我们看得清楚，全心全意捧出，根本没有哪个对手可以让我们打怵。我们前进攻势如虹，我们呐喊气势如虹，我们争先变化无穷，背